维新圣教，安心真经。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祈安消灾化解，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书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是一部24亿6400局的易经智慧法宝，人有36000个神将守护着我们，人有84000个烦恼时时围绕在我们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上的感触的身边。所以安心真经的智慧有24亿6400余的智慧，不是我们所看的那么肤浅。安心真经是通往阴阳两界、天人、鬼神、心灵中的智慧的法宝，所以我们既然有作缘来到世间走一趟，我们要修行。修行是要时时做反省过去的糊涂思想和行为，去做反省，然后自己做自己的审判官，过去自己所想所做的一切行为对与不对，自己了了分明，自己做自己的审判官。错了，我们开始要忏悔，忏悔意思就是向他人道歉，向天地神佛道歉，向自己的列祖列宗道歉，然后不要再发生同样的错误。那么到底哪一个是对？我们要多读圣贤的心法，而才能找到一条路，向我们的守护神、守护灵
来做报告，自我审判。啊，这即是啊，这宗教文化智慧的法宝。所以宗教文化的智慧和我们世间的学术智慧，世间的学术智慧那是知识，不是智慧，知识是对立的，而不是对待与包容。宗教是悲悯众生，是包容的，然后给予一条路和希望。所以维新圣教、归古文化，未来千秋万世，要从宗教文化的智慧去发展，而不是以世间学术的啊高谈阔论，相互的攻击。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门、武术界门、士农工商百业门都患了那个毛病，人认为自己是对，别人不及于我，这都错误的凡夫众生的行为和思想。若是我们有那些对立啊，文人相轻，相互的轻视，都认为自己是最好，别人不好了，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赶快反省，要忏悔，不要再发生，就是实践力行。尤其现在我们以宗教法仪深谈，招请了这么多的无量数的三千万年列祖列宗、无始男女孤魂、众等端坐莲台听经闻法，我相信莲座上的对立者，在他的意识世田里面还是存在的，所以才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竟然发生了3762次大小战争，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我们才有开经的战，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真正的圣人鬼谷子，我们的心一出天下定太平。所以鬼谷子道教慈航的他的愿就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必须要有宗教的素养。智慧、包容、慈悲才能太平。所以今天我们共修安心真经啊，很清楚的开示是宗教文化的法宝之外，是修身养性的法宝。修身养性，修正我们的身体的行为啊，养我们的灵性觉性，那就要有宗教的智慧才能做到。上一节我们谈到坎水，坎水西国
在我们的手身体部位，左手是坎卦，坎卦是水，就是地球的西方，是坎卦西国。为什么是西国？无量无边的空界法界啊，青龙的位，我们的手，左手叫青龙啊，大海腾龙，龙要动，所以我们风水学门向出去，左边可以有水在动，左边的机器可以动，但是很多武术界朋友颠倒了，看出去的右边就叫做龙，结果那就是虎，是火，火是不能动的，火要静，所以是左青龙要动，水要动，若是庭院的出去左边水处在动，那表示有活力，右边在动，兵妻主奴妻主下患上，血光不断，很简单的道理啊。所以大海腾龙经济资源啊，我们的左手就是要动，住家里面的水族箱你要放在龙边，让它动，越动家里越平安哦。所以经济资源嘛，世间话来讲好。那么宜修柔性，我们看到水，当你要生气的时候，要发牢骚要暴躁的时候，赶快喝一杯水啊，自来水马上喝一口啊，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柔性啊，那万事亨通。所以很多做生意的，我们要柔性，不要暴躁，你暴躁了百事不顺，即使你一时赚了很多钱，那是世间有为法，不能永远带走了，换的结果身体五脏六腑就乱掉了。所以很容易生气的，急性暴躁了要小心，你的肝会有问题，因为我们的心是火，容易暴躁了，火往上升，烧到你的智慧，烧到智慧就没有智慧啊，所以你就会更加的暴躁，更加暴躁，你的鼻土，脾脏是土，啊，你就胃口不好，你所吃的东西，脾土里面化为阴，没有阳性的光和能量，然后就引到肺部，会是金，啊，金呢，你就能量不够。能量不够，那接下来呢就是肾水不足啊，金啊不够呢，这个能源肾水不足，肝木需要水，没有肾水，肝的木就会结那个树瘤，木的瘤，木瘤就病就来了，
所以我们心是火啊，再下来鼻脾脏是土啊，再下来啊这个肺是金啊，那再来肾是水哦，肝就是木，所以你心火盛的人，你就断掉了，比透能量就不足，而不足呢，肺之金也不足，啊，到这里肾水更不足。到肝木，把你的一棵树，这树瘤，这些树瘤，啊，就枯木，啊，人病就来了嘛。那这一来，你又没有办法循环，这是因果嘛。所以各位，我们身体不好，肝不好，顺水是属财源，顺不好的，你做生意你财源就一直枯竭。木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肝，肝木是我们的力量，木头啪就会动，好大的力量，结果脆了，长瘤了，所以这是道，我们很容易患脏的毛病啊，要小心啊！当下都是接到这个法的啊，你们要注意，多喝开水，学习水的柔性，柔性就是智慧，要有智慧。在人投胎转世，借着身体在修行。我们把这个身体弄砸了，是自己弄的。所以，你学易经，你才能知道这个因缘果报。维新圣教庚子年水陆法会为啊，所以做生意的朋友们。十方善诸事门，或是当下灵魂界的三界万灵门、列祖列宗诸祖灵门，你们再生的时候，肾脏病了，要还行，一定是心火过盛，头脑人畜邪草人，要多包容，你的肝才不会起问题。哦，所以我们的身体肝不好是累积而来的啊，那身体不好，事情不万事就不通了啦。再接下来，艮宫西北艮卦西北。少然气壮，稳如泰山，安静无亏，处事泰然，直至成圣啊。艮为山，是为少然，也是我们的华严本性啊。我们艮是我们的灵性，艮为山啊，艮为首啊，我们碰到困难了，一定要安静，学习山，
当你烦恼要脾气暴躁的时候，你看到一颗石头，它就是山的啊代表啊，所以我们要学习自我抑制我们自己的脾气。我相信现在年座上这么多的诸子联盟，脾气暴躁的一定很多，尤其3760次大小战争都罪魁祸首就是在天主帝王、皇帝、天皇、将军们，因为一时的气势可以横扫千军，而你的念头一直执着暴躁，想要消灭他人，这种已经失去慈悲的要注意啊。所以我相信3760次大小战争的罪魁祸首都是我们现在连坐上的这些皇帝、天主帝王们、天皇们的糊涂，没有了解到人的本性，没有了解到天的包容的伟大，没有了解到山的本能，才会造成那么多的无辜伤害的、受伤害的军民们，要反省，要忏悔，要赎罪，不要再发生。在灵魂界也可以修行，一句阿弥陀佛，两句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找到自己的本来良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的本性。所以今天我们双十法会最后的结果，以这个妙法来供养奉送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众等，你们在空界灵魂界借由当下我们修行的贤士法师啊，进入各位的心田、世田里面，应该反省，应该忏悔，共同忏悔，不要再发生，不要再依附后代所有的人，时时发动战争，尤其啊，这些天主帝王们，你们在世上的时候的执着。暴烈之气，好，往往你们还带着在空界灵魂界还不放，所以时时依附的一些暴烈之气的人的身上啊，发动各种战争，是可怜的魔鬼心态，永远坠入在地狱里面，不愿当下放下屠刀立地腾火。你们在灵魂界也有山，我们人间界也有山啊，你要学习山的稳重，稳如泰山，安静无愧处处坦然，直至成圣成佛，那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祝福各位。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恩消灾化解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
书王法界三界万灵众当。当下此时，心灵是一片和谐的。啊，当下此时，我们在空界、灵魂界和现象界的祖祖孙孙们也是和谐的。所以和谐是世界和平的根源，和谐是我们每个人成圣成贤的不二法门，上圣法宝。所以和谐是我们从修身养性开始。所以安心真经是我们名扬两界21世纪到未来千秋万世人类与灵魂界列祖列宗也是修身养性的无上法宝。而我们人有受身身体，我们的魂，我们的中阴身的身体，好，那么人魂到最后来，佛、圣、神是智慧化身，是永恒的所以各位要去悟身体不是这个身，有法的身，法身是诸佛菩萨圣神所开示的真言，是为法身。法身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真理啊。所以各位，你们的书桌上、墙壁上，你们时时可以挂着真言。有时候安心真经、追步经、稳如泰山，也可以自我为师。这个安静无亏，当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安静。在当下，台湾民主政治11月29日选举之前，好多在表达人事先的一体两面，一个题就当选，两面一个蹦蹦跳跳了，比手画脚，一个头不动了，眼睛动，嘴在动的。眼睛动，嘴在动，很和谐祥和了，是代表人的佛性，代表人的尊严。蹦蹦跳跳的，不是代表人的尊严。所以各位，这都是老师哎，不是谁对谁非呀。所以要安静，你不会吃亏的。要处事泰然处理事情，像泰山，大自然本来的和谐，好，直至成圣，勇往直前，绝对能成圣了。
接下来坤地，坤陀大地，乾坤，坤陀大地，四十八节，地球上的四十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所以四十八节依序循环春夏秋冬，寒藏万物，成天在地，万物生焉。所以我们学习易经，你研究易经就是要了解山河大地。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坤六段为地，这个为离为日，为光，对为泽为海，沼泽，庚乾的离震，是声音，为雷，巽为风，空气，坎为水，是柔性，艮卦是为山，艮为山，这个坤，坤是属于大地，大地承载的万物，从天。天到地的过程里面含藏的万物，所以各位，山河大地这个草木、空气、水，都是在启示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说前阵有一位修行人嘛，我看他也修得蛮有心得的啦。有一天，来到仙佛寺，他要跟人论禅呐，自称是某某大师的师弟，要来论禅。我说好啊，你要论什么禅？禅怎么做？问了怎么做？我躺着也是坐，东奔西跑也坐，外动内静，达摩大师的十八罗汉拳，十八罗汉拳。十，这十嘛，八嘛，就是人嘛，有没有？十八罗汉拳，还是这个心，外会动，头也会转，这外动，心静。这即是禅嘛。我跟他说，我的禅的老师，我们办公室那边一个大石头，那都是老师，花花草草都是老师，这一朵花，菊花，两天开起来，你要用人造的那么真实是不可能，花会开花会谢，四十八节不同时节它会开花会谢掉，这就是禅嘛。你要哪里做禅？你做的能比这一朵花它到明天早上还是这样，它是不动，
你能做到像这样到明天早上不动吗？这位修行人哈哈大笑，谢了，我悟了。所以各位同修，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老师啦，你要有智慧啦，不是在那边我先论什么啦，你没有办法去论，你只有去悟，去欣赏，去学习。天地之间所有含藏万物，水让我们喝下去它不吭一声，石头这个大石头你踢它它也不会跟你反抗，除非你自己跌倒。而你看所有一切万生万物为我们所用，这支笔这是雄狮牌的签字笔，是现在是最好的最好用的签字笔，水量又大，你要学习他的智慧吧。所以处处都是禅，禅机山上处住禅呐、啊，不是在那边坐着，眼观鼻，鼻观心，闻出来也歪来歪去。哎呀，磨者不识，识者不磨，磨磨骗骗，你没有悟，不可能啊！所以凡事做到问心无愧，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嘛。若是明天我们跑三点半，现在还没有钱，你在那边坐着下去，我就不相信。现在很多众生出禅宗大师，我这非常的佩服，但是明天三点半到了还是坐不下来啦。哎呦，毛毛片片，肚子饿了就惨了啦，你坐在那里坐得下吗？该赚钱就要去赚，该做去做，做到心安无愧的时候才是真禅呢。这位修行人啊，师父谢了，你不要再讲了，你再讲了我头要钻下去了，无地自容。原来漫天的道理离不开你眼前所看到的，万物为我所用，万物是我的师，是我的导师，我们能学习他吗？学不到啦。而一只小蜜蜂，他能做着那么大的巢让你欢喜心，你能做得到吗？所以靠近本分才是禅的最高境界，这即是修身养性的法宝嘛。所以安心真经教我们如何做到心安的境界，要心安一定安心，要有智慧嘛。所以坤大地万物生焉，万物在地球上大地上才能生存，你要盖一栋禅房也要地啊，也要瓦，也要木，也要石头，也要水啊，你没有你去盖看看，不可能嘛。所以要学习大地的包容胸怀，去成就他人。所以老祖常常开示说，你要成就众生啊，成就他们啊，你帮忙的这样帮忙，就可惜做两三年来我身体一直老啊，这个气力比较没有那么好，不然以前几年前开智慧在这里开智慧一天1100多位，还是身体稳如泰山，
现在来没法度了啦。那我只有回想学习我能做到，我也在一起的老祖啊，希望我能够继续在未能开诸位，我来举办一次开诸位，让小朋友再来，好多小朋友一直在回忆开诸位以后啊，头脑清醒了，所以能利他就是禅的最高境界嘛，利他就是山河大地坤地厚德载物啊。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身边都是老师，要学习啊，这万物生焉啊，大慈大悲啊。鬼谷先师传妙法利人天，维新圣教以弘扬家家户户得平安的妙法。要做到大慈大悲，你看这一块地就好了，看你家的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是大慈大悲的产物。你要喝水，必须要有茶杯，有茶杯必须要有莲土，有莲土必须要有水啊，有水有莲土以后必须要有火啊，有火必须要有时间耐性，要有智慧，才能做一个非常漂亮的茶杯。这个都是厚德载物嘛，都是坤柔嘛。我们能够学习他的慈悲吗？啊，这个花，我们莲座上都是菊花，那么美，那么慈悲，他也没有跟你们要求什么，一朵10块钱，那是种花的人，他们要工钱吧？啊，他有跟你要求什么没有啊？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灯，原来日光灯的光度不够，我们有位吴师兄，他做了 LED 的公司老板，最近去来这里修行，看到这么暗了，他就很哎，师傅，我全部马上叫人送过来，叫他的员工送过来，慈悲啊。不是，我们要学习相互的成就啦，才是大慈大悲耶。不是我在那口口腔就包括所有的大慈大悲，不是这样而已呀。做人该做的事情，做神该做神的本分，做鬼也要做鬼的本分，做神做人做畜生做动物都是有他的本分。所以因因果果，果果因因，都是生灭，都是在例行让我们看世间的事情都有成有住坏空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大地的胸怀啊，你太过于斤斤计较别人不是修行人，要去计较自己，我能给众生什么，我能给谁什么，给山河大地庄严吗？哦，所以这都是修行都禅的最高境界。这样听听有无？有啦，吼，唐牛哦，有啦。那你们也大慈大悲啦，鼓掌给师父，信心又欢喜呀、啊。这是相互回应嘛，你该什么时段，我圆满了，我悟了，你要鼓掌。哦，那也是大慈大悲吧，都相互成就啦。一来一往啊，智慧道啊，不是咱讲了半天道理，
没有办法去落实，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落实学习前对离任顺坎艮坤他的真理。你看到天，你要学习天的心量，他的伟大；看到海，而里面有各种的众生，还是包容了。啊，你看到太阳，他的慈悲普照的山河大地、万生万物，给黑暗的人晚上看得到了是月亮的光，他是大慈大悲啊。正声音，啊，在唱歌，在跳舞，在说话，啊，各种汽车的叭叭的声音，各种声音都是慈悲耶。啊，训风嘛，啊，有人说，哎呀，师父你讲风水不究竟，我说什么才究竟？风给人呼吸，你能吗？不能吧？你还是要靠空气维持你的生命吗？还是空气慈悲，或者你慈悲会化没有物？水，早上起来你要洗脸，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要洗澡，啊，等一下口渴了要喝水，啊，这花没有水了。随他透明的计较给我们的生命，学习他们前对离正顺坎艮坤山给我们爬里面含藏的宝石，啊，含藏的一些矿物，啊，给我们作为生意换取财力。他是大慈大悲耶，坤大地，所有我们吃的食衣住行，哪一个不是从大地的厚德承载的，承天在地的？所以八卦，王禅老祖掌中拿的八卦，就是老师，就是我们无量劫来无法否认的天人师啊！祝福各位。